女生孩子刚来的时候就是海陆空乱跑。现在的孩子你看只要发指令的话他就能都能听懂。我们这些孩子比较上脸，你要真心对待他的话，换来的回报是特别特别大的。同学们，上课时间到了，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。同学们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老师早上好。嗯，好棒啊。来，我们今天要上一节模拟超市课啊。你看老师手里面有五张卡片，你们今天抽到啥买啥好不好？杨振东好不好？亮亮好。好。亮亮好不好？好。说好。说出来。那我们先谁先抽呢？谁举手了谁先抽啊。来。举手，哎呀，尚宇泽好棒，来，尚宇泽先出。他举手，抽到什么我们买什么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嘛。着急。这什么呀？抽到的这是什么？哦，面包嘛，嗯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就去超市里面买面包，好不好？来，樊一凡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水果，说水果。水。我哦，好棒！好棒！这什么？橡皮泥。橡。糖糖来。看着老师说。眼睛。橡皮泥，嘴巴看我，糖糖。面。哦，不想说是不是？哦，不想说就拿上吧，来。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们怎么去超市呢？说一下我们就去超市，好不好？这什么？亮。擦屁，不说了啊！好，拿上纸吧。走，来，我们去超市了啊！来，走，进去。自闭症孩子和普通孩子外表并没有什么差别，但是多数都是坐着不自主，然后没有眼神交流。他最大的障碍就是社交障碍，不会和人沟通。他用关心行为来引起别人的关注。为什么孩子会患上自闭症？到现在可能世界上病因都不明，自闭症他只能通过康复训练把有些能力给训练出来。他要是达到一个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呢，是不会的。可以猜句。嗯，猜句回去要干嘛？上课。上课嘛，哦，上什么课？我的儿子是今年是17岁，从3岁的时候确诊为孤独症，然后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儿子身上，带上他到兰州去康复训练。训练了一个月的时候，他就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我一个人带着他在兰州租一套房子，然后那些费用下来可能一年20多万，那就是。我就想的是，要是我回到家乡来，是不是我的家也能照顾好？然后，给我儿子也找个就是找个伴。2015年10月15号，我倾尽全家之友，折贷40多万，创办了弥勒县直播特殊教育培训中心，顺利的开学。我们不仅招收就是自闭症儿童，全县的特殊儿童吧，只要是身体有缺陷的，我们都会招收。天气。看到四想到了六。对，这个是蛇。龙。哎，对。创办直播的时候，我们带上他们去超市去过一次，那个场面我们就控制不了，因为啥？他孩子们他就是不懂社会规则，再让他到超市里面去，他就不懂这个东西是我用钱要买回来，然后拿到家里面才能吃。他到超市里面去，这东西就是我的，就是一阵乱钱，都不知道，把超市里面的人也吓坏了，把我们老师也吓坏了。后面我们才在我们的教学中把这个社会实践制度我们再设立上。因为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，这些孩子必须要经过在学校里面训练好，才能把他带出去。明天我要是把他带出去的话，我觉得是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。买什么呀？买我们明天要上课用的蜡笔，知道了没有？尚宇泽，来，自己挑明天画画用的蜡笔。
哦，跳的这个呀，哦，好，来，走，来去那边去排队啊，哦，好不好？站好啊，哦。爱心超市是残疾人托养中心的一个下属的就业基地。爱心超市的文明员工曾经都是我们直播的学生。零到十七岁的儿童，他能做康复训练，然后到他十七岁以后，他要是不入社会的话，那没有这些康复训练的话，他还会回到以前一样的。然后后面我们就想的是，也给这些特殊人群找个归宿吧。后面我就慢慢就把这个托养中心慢慢就建起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我们这节课我们用我们昨天去超市购买的旋转油画棒，然后我们来画自己喜欢画的东西。善一则比较喜欢画小房子，可以画房子，喜欢坦克的、警察的、机器人的，然后还有其他的都可以画你自己喜欢的。作为自闭症孩子的妈妈和直播的校长，我常常很好奇这些孩子的眼中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是一种表达，也是一种交流，在他们的世界和我们不在一个维度，但是很深度。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特别注重细节，他们看到的东西可能我们正常人看不到的。曾经我也想过有房子，也想过自足了之，也想过带着我的儿子有结束生命。但是每当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看着熟睡在身边的孩子，不，我一定要让我的儿子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有权利把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来，绝对没有权利决定这个生命的放弃。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爱，不论他们健康与否。我希望社会能给这个特殊群体更多的宽容和理解。见到这样的特殊孩子，不要用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，也给他们享有平等生存的权利。希望孩子们每天能保持纯真的笑容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，无论面对任何挑战他们都不孤单。我们将永远支持他们，陪伴他们一同成长，一同前行。这是我成立学校的初衷，也是我作为一位母亲最大的心愿。